4000/5号线路江华第二次出嚟嘅啫，43倍，上次咧就系29倍跑第九，好远啊！上一场嗰只潘明辉嗰只领航传奇出闸，原来喺尾尾嘅都未见到佢嘅，喺对面喺对面直路时走翻上嚟马群当中后劲，赢晒前面站啊！五号咧就叫做线路光华，上次第九夜九倍嘅钟奕礼，今次都系冷门嚟嘅，即系呢啲系跑得少嘅。八号咧就叫厨师法版，就买个名就几好啊！厨师法版有你法版八号，上次就系15倍跑第七，而家都系夜3倍，都系冷门啦。前两次是10几倍，而家进展到夜几倍了，跑两次都未见近。骑师是田泰安，上次是钟奕礼，前次是田泰安，而家田泰安同佢又跑翻。直路上对催策反应有限咁讲，上次十号啦，自由奔腾，我哋连续两次跑第尾嘅，就失70倍。直路初二泄气溃败咁讲，十号自由奔腾周俊乐跑，啊冷门嚟嘅上马周俊乐蓝色，周俊乐今日都未有表现。十一号啊，都唔见得艾兆礼嘅。12号纳德驾驶，纳德驾驶试过11月8号跑第一嘅，14倍，当时系跑马地1200。纳德驾驶今日32倍，上次15倍跑第八，即系前两次唔好，再前一次就跑第一咁嘅啫。跑咗第一之后就输得好远啦，跑12名咁样。潘明辉只领航传奇真系大漏闸。跑翻上嚟嘅，赢咗喎。一估都估唔到嘅，真系。11号咧就叫做精明选择五鹏志，呢只马上次鞭志啦，今次配艾兆礼，一路都系何泽尧跑，试过跑第二嘅喎，试过1000米跑第二，亦都试过1200米跑第四，今次又换翻艾兆礼。八档啲细冧把都未见啊！细冧把辉煌啊嘛，辉煌精英嗰啲夹晚大热门，睇啲参数先。夹晚大热门系1号，而家见到呢只辉煌精英啊，呢只。隔晚大熱門啊，梁家俊檔位是二檔，即係乜嘢都係乜嘢都好啦。上次第一，前次第二，呢只係綠色三有個 V 嗰只，1号、2号咧就係陳勝同情，2号呢只係洛家福其實係班德禮，唉唔好啦，班德禮佢出閘時候真係大熱門，就俾佢出唔到閘，而家夜2倍。2倍可能精神啲噶，哇！1号好劲喎，啲飞睇啲 Michael 要1.4，1.4，都冇乜赛绩噶呢一场啲马真系，系就1号最好成绩嘅。11号冇啊，11号10倍。9号12倍，我睇先。4号咧就上次跑第五边线，3号就上次跑第四，前次跑第一。黄志宏3号8倍。
十一号，你只十一号先，十一号叫做精明选择，又系跑第四边线。黄之宏啫嘛，拍九档，精彩用事。曾经入过位置嘅三号，我都叫一号四号啦，一号四号啦。Jenny 要四号一号，我要一号四号，佢要报文。我捧呢个梁家俊啦，啫嘛，系咪？即系最近第一前次第二咁，即系几好啦，系咪？有陈胜同情上将前三咁样啊，所有参数喺晒度啊，即系拣佢热门都拣佢啊，一号、一号、四号，即系要呢个梁家俊报文，三号黄志宏都几好嘅，即系喺呢个报文隔篱位嘅啫。报文只马上次又跑第四。神池报文咧就系、是、跑第五，精彩勇士就跑第四咁样啊。另外快乐老窝都跑第五，上次啊何泽尧嗰只马九号，系十三倍。即系如果你话买四号系上次跑第五嘅话咧，佢系胜在咧第一次初出就跑第五，进步可能有啲经验啊，可能进步多啲咁样。咁跑第五嗰几只马又？快乐老窝九号十三倍，仲有知道，仲有知道长胜系内后备嚟嘅啦。另外精明选择十一号就跑第四嘅，上次三号精彩勇士上次又跑第四嘅，咁啊三号啊好过十一嘅个 form 翻出嚟，因为佢前次好啊嘛，前次跑第一啊嘛。我要一号四号，即是要梁家俊报文，睇下得唔得啦。今日啲有实力嘅、有赛绩嘅嗰啲马，跑短途咧都有好嘅档位嘅喎。巴杜嗰只又有四班马跑千二，蔡俊佳要一号四号。冇人要三号喎，其实三号都唔错啊，三号啊，上次第四，前次第一，精彩用字档位同啊报文只马都系隔篱位咁上下。蔡俊佳要一号四号，睇一只四号上次有咩纪录先？四号，四号话咧转直路弯时开始发力。最后一百五十米追前甚多咁样讲，上次系报文嘅八倍，今次亦都系报文，就变咗六倍。啊，三号呢只精彩勇士黄志宏啊，我估佢放啊呢只马三号。三号曾经入过位置的二号曾经赢过的，不过二号现在就冷门，二号纪录上赢过的班德利，所以他跑得好就没人质疑了，他是赢过这个路程。入过位置就是三号，上次前三名的就是得个一号仔，但是前次好的呢就包括三号。前两次有好的呢就是纳德驾驶十二号。边线马呢就是上次名次边线就有三号、四号、九号、十一号。不买得那么多的，九号都是边线的上次。他都啱的，这个棘车二号仔是一号、二号陈胜的嘛。是不是他纳了两只赢过的先。四号啊，报文九号又上次跑第五嘅，啊，两只马都系跑第五，啊，又有一号、二号啦。呢、这个 Jenny 咧，一号、二号系曾经赢、曾经胜出噶嘛，
七号咧就系新马初出大冷门嚟嘅，我谂未得嘅七号。好，旁边咧就唔等佢啦，线路光华。好，卒之搞掂呢只冷门马嘅肯博，都冷得几夸张喎，差唔多99倍。另一只都系冷门啦，自开心呢只就精明选择，14蚊啊，临尾辉煌精英。好啦，其他马继续入四档啊，撞开咗个闸喎，线路光华，骆家福啊入埋啦。呢边就神池二号马骆家福的位置咧都起飞，系咪都有马扭紧计咧？系啊，等紧呢只啊，褪翻出嚟啊！线路光华入咗闸，只马喐啊，撞一撞开咗后边嘅闸门，又要出嚟啊，走下马啦。其他马等等先。仲有啲马落飞，都系搏啲放头马，大家啊，照跑嘅线路光华，纳德驾驶嚟到23倍。好啦，重新入闸，见到就线路光华神驰一对，顺利。跟住嚟就快乐老窝1.0嘅位置，辉煌精英，跟住啊厨师法版同埋精彩勇士嘅。好啦，第四场都差唔多啦，神池就争少少。好，咁就交俾闸前啦，剩翻精彩勇士同埋厨师法版。诶，神池又吞翻出嚟喎，好啦，兜兜个圈再嚟个。好啦，神池争少少啫，5.5添啊！神池又褪翻出嚟，嗱未入闸嘅马仲有精彩用词同埋厨师法版，冷门起飞12，纳德驾驶。好啦，再嚟个神池。5.3倍啦，去到冷门起飞系12，纳德驾驶。好啦，跟住入闸嘅马有厨师法版、精彩勇士，全部马匹准备当四场赛事4000/2短道，大热系1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纳德驾驶应声弹出啦，响外边有精彩勇士啦，中间就辉煌精英啦，第四位厨师法版啊，第五位外边骆家福啊，最出红衫走上去灰马咧，就精明选择嚟噶，内栏咧咁啊自由奔腾啦，马林中间咧仲有线路光华，后边四只神驰响尾四啊，尾三咪只开心啦，后边两匹马分别系肯博同埋嗰只咧就系快乐老窝嚟噶，好啦，咁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放嘅马咧就系嗰只辉煌精英啦，外边第二位系精彩勇士啊，咁再见。看到第三位的马埋边，纳德驾驶啊！第四位咧，仲有厨师法版啊！内栏第五自由奔腾啊，偷入边，紫色衫系神驰嚟噶，攞出去外边咧，灰马红衫系精明选择，大外当仲有骆家福啊，后啲先嗰啲线路光华嗰啲马，好啦，最后300米啦，前面辉煌精英仲系占先咗一个身位嘅，跟住喺第二位精彩勇士啊，纳德驾驶喺埋边第三啊，出边精明。选择追咗啲咧，入边神驰亦都上咗少少啊！最后200米到啦，前面辉煌精英抛嚟咗两个身位啊，后边噶嘛，咁啊响第二位有精彩勇士啦，神驰中间追，出边精明选择接近终点啦，呢只辉煌精英大人同细路仔跑噶嘛，咁啊结果轻松赢嘛，跑第二名精彩勇士，第三名咧好近喎、哦，紫色衫神驰入边纳德驾驶，布文都叫几好责任感啊，冲翻上嚟。应该有个第三名或者第四名，咁啊梁家俊只马好定嘅，即系都唔使咩催策嘅，即系出到闸喺前边，黄志宏果然放啊！嗰、那个布文只马冇得讲啊，入闸嘅时候又入唔到啊，我又唔知边个啊，真系四号、12号、12号啊，上次
跑第八，但前两次有一次第一嘅，叫做拉德驾驶，一号仔好好嘅啫嘛。二档出到闸，但出闸最快就系黄志宏只三号，所以应该拣一三都几好啊。但系好少主持拣佢啊，呢只马几好嘅啫嘛。出闸嗱，黄志宏白色就出咗嚟先啦，三号。咁啊，一号仔橙色就梁家俊已经好好前足嗰只马上嚟。带咗头啦，黄志宏嗰只马咧就叫做精彩用事，上次第四，前次第一嘅，咁啊报名只马喺呢度，出闸有啲即系有啲问题，而家就有个白鼻梁贴住个栏边，我唔知点解走咗出出边喎，就我挂住睇梁家俊。梁家俊只马都好定嘅，都唔使乜推，唔使乜推旗啦，揿住嘅啫。咁啊，呢喺呢度穿上嚟啦，报名。如果报名只马入闸乖啲啊，出闸好啲啊，档位好啲啊，佢就好有机会有后劲嘅只马。咁梁家俊只马叫辉煌精英都唔使睇啊，越赢越远。黄志宏有条 Q 嗱，最后嗰几步跑得几好嘅啫，报名啊，冲上嚟。平头啊，会唔会啊？第三名平头啊，丁半豪马房咦又赢多仗咯，四班千二米，唔知影相边个得咧？一号系隔晚大热，上仗前三，曾胜此情，咁所有啲参数都集中喺佢嗰度。三号参数又上榜啊！曾经入位置三号，上即系系有赛绩噶，一号、三号都有赛绩噶，开赛绩马今晚呢一场，丁冠豪赢翻场啦，都唔知边个跑第三而家。揿停佢先。好多人咧，呢啲马即系有分喺手嘅呢啲马，哇，几多人啊！真系梁家俊一点几 win 嘅啫，咁但系佢只马系好啊嘛，咁大家都睇到啊，好轻松嘅，即系揿住，仲可以赢啊只马。哦，布文有个第三名都几好啊！夜蚊迷字 Q， 十六蚊 win， 九十三蚊 Q， 一三四啊，即系好多人拣呢啲嘅，真系啲主持好少拣三号。